网络上认识的，不是网络上，就是附近的人认识的。他寄了什么东西给你？美钞跟黄金，叫我帮他保管，不是给我啊，然后我可以用。是你偷偷要支付他这些钱，463,604.09。他现在是在马来西亚上工作。网络上认识的，原则上不是网络上，就是附近的人认识的啊，联络好几个月啦。他寄了什么东西给你？美钞跟黄金，17号从中国海关那边到台湾。他说这箱要给你是不是？这张装钱要给你是不是？他叫你叫我帮他保管，不是给我啊，然后我可以用。对不对啊？这不是要给你的意思哦，不完全给我几千万哪有可能？你海关怎么可能会收几颗币？没有，他那边帮我们，你会给他，他就帮你付到一些费用，付台币，然后比特币他们自己会换算。那他要你付多少？我也跟他讲，他一直要我借钱，我说我其实跟谁借钱？他这个要你的钱，当然跟你一起借啊。一个人都认为是诈骗，哪有可能借钱给我？你坐公车为什么戴安全帽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请教一下，因为你要提领比较大笔的现金，我请教一下，你要解除你的定期的存款是不是？对。是你要做什么用？取急用的。你老婆有一起来吗？没有。台湾的还是？台湾人。啊，你怎么来的？坐公车来。你坐公车为什么戴安全帽？医生说戴安全帽。医生说戴安全帽。你有你那个台湾人老婆的资料吗？你们怎么联络的？你有看过他本人吗？有看到过。他本人。他住哪里？他住东区那边。你家里面还有其他人吗？只有我一人。你老婆的LINE是哪一个？借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怕你被骗了啦，要跟你确定一下。毕竟领那么大笔的钱，你们怎么联络的？打电话还是打LINE？没有跟他联络。你没有跟他联络，你怎么娶她？你怎么跟他结婚？他住哪里？他住东区那边。